我穿的呢是我们的一号美胸衣，你会发现在侧边的高度上面呢，能够帮你包覆住副乳，还有最重要的里面网状这一层呢，是我们的抛内，是弹性布。那弹性布的布呢，我们的弹性一定要够，才能够帮你把你的后面的背肉、侧边的肉肉呢，都可以把它摊平给压住，就是帮你包覆起来。这时候呢，肉肉被你压住之后要做什么呢？就是要靠一体成型的胸垫，把这个胸旁边的肉呢放在这边托住。所以一体成型的胸垫就很像我们的 New Bra 一样，可以从侧边这样子集中托高放起来。那你可以看到一弯腰，我们的集中度就有了，你会看到事业线，还有非常舒服而且弹性非常好的肩带。那我们呢这个细肩带特别是做了一个美背款，你可以看到背部线条很漂亮，女生现在穿的坦克背心穿起来之后呢，就不会有两条长长丑丑的肩带，或者是我们的有一些长洋装啊，你就不用担心走光。最重要的是集中托高，舒适度非常完美，100分。一号美胸衣让你的胸部24个小时都美美的。